好，这是谁？是张明和文清吗？怎么一下子这么胖了？不过一别就30周年了，所以的话大家可能都不认识。我们来到美国也将近有20多一点，很多同学在毕业以后我们30来年来就没有见过，所以非常非常的想念大家，非常的想念各位老师和各位同学。看到大家在事业上都非常有成就，许多的同学都是厅长、副厅长、局长、副局长、院长、副院长、总工程师，都是首长。哦，对了，都是首长。那我们呢，来到美国以后没有太大的成就，我们的主要成就就是我们的两个孩子，所以让大家见一见。Alina and Eddie, come here, join us. 好，大家可能见过 Eddie, 他到美国来的时候才4岁，现在已经大学毕业，在美国的税务局工作。这个呢是我们的女儿 Alina, 她在高中2年级。假如我们不到美国来的话，就不会有这个孩子，所以我们非常高兴。这两个都还没有男朋友女朋友，所以大家有孩子还没有对象的话可以和我们联系哦，是不是啊？好，总的来说非常非常的想念大家，非常高兴大家能够在30周年的时候能够相聚，很遗憾我们不能来和大家一起相聚。祝大家相聚愉快，有机会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来。是的，好，再见。